我去宝典继承吗？继承吧，我去宝典继承吧。二十三十，继承，嗯，继承吧。四十，命鬼不继承。五十，我靠，明光是武器吗？明光是武器吗？六十，我靠，麦迪克也是武器吗？你给的角色都不错呀。七十，七十，哎哎哎哎，好，七十。那我们五个宝典就解决战斗怎么样？你给五万，我去试试。第一把给个面，好不好？哎，感谢元神大哥不让我试试，谢谢。一把，啊，我估计我们这人品又上定位了，又定位。一把了，还差四把，你直接出金吧。这他妈是武器吗？有毒吧？比他把我抽角色池子还凶！我靠，九条你别来了，你来了二十个了，你别来了，三十抽，不能哪都给九条吧？啊，我抽的这是角色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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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当给他出保底了，这是战术，你知道吗？就三十抽试试水。嗯，要留着下一次再抽。二十，这是直播效果，直播效果。这叫电手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玩过别的游戏吗？你知道叫电手吗？三十，那我给班尼特呀，哎，这个池子三个四星。五十。电手七十，你们看我这电手行不行？你们看看我这电手行不行？这把血完了，怎么前面都是给大电呢？哎，哎，不说了，这电手行不行？我就问你们，那你们这个以为我是在抽角色，那是在抽角色吗？那是在电手，进二了吧？进二了吧？学到没？直接出金，我还没有十连出金过呢，真的。蜈蚣满了，蜈蚣其实挺好的，但是他这个没有什么大件角色，就那么几个角色了。你们可能没玩过那种强化的端游啊，像 DNF 什么的，都得变手，知道吧？还有这个端游老油条这种运气类的东西，对我来说，我完全可以靠技术去弥补，去弥补我的这个运气，你知道吧？几十抽了，四十抽了吧？五十了，行吧。或者你买一个，啊，你不用，你带通常的话，你就可以带那个沙漏攻击沙漏了。他这跟我这不就来了吗？这不雷神的干我就来了吗？滚！给我把蜈蚣，我没准双火，没准是双火，这才第二把，我们还有戏啊！完了，没戏了，不是我呀，他下一把应该还是给我蜈蚣。我跟你说，我就特别了解这游戏的特性。我在想屁吃啊，就想想呗。五十，这武器池怎么都是四四七八十七八九十大保底啊？我感觉他还会给我武功，真的，我感觉特别强烈。七十，我雷神满了，抽完了，你来晚了，一命吧。我个人喜欢这座。别给蜈蚣啊！给我剑，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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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我跟你说，我感觉特别他妈强烈。雷神抽完了，你来晚了。雷神已经抽满了，这个没什么看的了，我们就看是不是双黄了，肯定会给枪的。三十抽，你给我五十一里抽一把就行了。瓶子还没出来呢，等过两天我再抽。六十了吧？双黄，哎，没点跳过。十抽，没出。二十抽，三十抽，啊，四十。啊，怎么老？老六，等你给我十抽二十抽抽一个剑，五十。啊，
啊，你要是月卡宝就别抽了，天空可以了。六十，老板18万原始，加好几百个，好几百个清晨之源，来了，蜈蚣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第一个给的不是双王就是什么？完了，没戏了。三，还差2码。八件有了，但是你前提你得有要把武器上限挺高的，20、30、40、50。每次都是50以上，这池子150以下的都没有。60，60还行，连着给260，60出了。别给我蜈蚣了，我求求你了。再给蜈蚣就太没面子了。这应该解决战斗了，应该是40抽了吧，没到60，50，60，不行了，哎，快让我解决战斗吧，这抽卡太累了，给我枪，我操，怎么只有把天空攻了，怎么还有这玩意儿啊，这你妈什么玩意儿啊，我感觉米哈游这个第一天不第一天抽没事，咱们角色挺欧的，武器也不坑，歪了几码不崩吧，对吧？角色没坑，角色挺好的。是50抽了，60，你再给我呗，你再给我呗。妈的，我很心里很纠结啊！别给我歪了行吗？怎么还不出金呢？怎么还不出金呢？滚！你大爷！解决了。大保底了，你看掉蓝牙开心的，那武器啊不怎么样啊，角色发挥的挺好，武器差点，我估计这老板他自己拿回号时他也会再歪一把蜈蚣的，他这个他应该有强迫症，他这金丝的蜈蚣，他看着会很难受，就看这最后一下给不给双黄了吧，给一个完美的结局，一会儿给你看看啊，一会儿我们结算一下，看看花了多少